Hello， 我是 Kayla 王曼希。我开始 Basics for Basics 是因为我之前在大学就读 Fashion School 啦，咁我翻到嚟香港之后咧，我就一直都是想在 fashion 这一方面进展的，但是呢我做的事是有一个 social impact 啦，所以我就做了很多 research， 足之呢我就找到公平贸易这个概念啦，我就朝着这个方向就去创办了 Basics for Basics。 揀衫应该是揀啲耐用啲嘅 material 啦，唔會係淨係著一兩次就唔會著到咯。其實你買手袋，你都係會買啲貴嘅手袋。其實我覺得衫係同一個概念咯。我希望大家諗多啲呢一方面嘅嘢，因為其實衫我哋日日都著嘅，點解唔投資多啲落去呢？其實我哋著上身，你都會想知道你啲衫喺邊度嚟啊，你啲衫嘅 material 其實係有啲咩喺入邊啊。咁其實我覺得我哋大家都可以學多啲啦，做一啲精明啲嘅選擇咯，買嘢嘅時候。